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主播应由。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来自丫丫，管陶公主，一个女人的眼光到底有多重要。在西汉200多年的历史中，有一位女子历经三朝，始终是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她的一生从出生起到嫁人后，都与三朝后宫纠缠不休。她就是汉文帝的女儿，汉景帝的亲姐姐，汉武帝的姑妈，汉朝第一位长公主管陶公主刘嫖。含着金汤勺出生的管陶，本就注定享有一世的荣华富贵，但这却不是她对自己人生的全部追求。凭借过人的眼光，出色的手腕，她活出了很多人几辈子都无法想象的精彩人生。很多人一生都在通往罗马的路上，但她一出生就在罗马。孝惠帝6年，当时还是代王的汉文帝刘恒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刘嫖。她的生母是深受刘恒宠爱的姬妾窦漪房。9年后，刘恒被迎回长安，登基为帝，成为了汉文帝，窦漪房则被立为皇后。而他们的掌上明珠刘嫖作为长女被立为了长公主，封地为邯郸管陶，故而被称为管陶公主。作为汉文帝与窦皇后的独女，管陶从小就深受父皇母后的喜爱，可以说是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年月流转，彼时可爱的小女儿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是时候该为她挑选一个合适的夫婿了。再三思量下，汉文帝和窦皇后决定将管陶指婚给陈武，袭爵不久的第三代唐懿侯。虽然唐懿侯在西汉的功臣列表上只排在第86位，但事实上列表上的100多位诸侯的爵位等级都是一样的，因此管陶虽说是下嫁，但其实地位丝毫没有降低。管陶和陈武其实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彼此都相熟。虽说陈武只有一个世袭的爵位，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功勋，但胜在他秉性善良，对管陶百依百顺。婚后管陶为他生下了2子1女，婚姻称得上是美满幸福。至此，管陶的人生已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完满。高贵显赫的出身，宠爱有加的父母，体贴温柔的丈夫，儿女双全，衣食无忧。但对于管陶而言，这仅仅是他精彩人生的开端。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，而管陶这件金丝棉袄更是从小到大都深受父亲汉文帝的喜爱。虽然这当中不乏他是窦皇后所生的缘故，但也与他的善于讨父亲欢心、聪明机灵脱不开关系。他的这份聪明用在他的弟弟身上同样收效非凡。汉文帝后元7年，汉文帝去世，太子刘启即位汉景帝，尊母亲窦皇后为皇太后，而他一母同胞的姐姐也当即被封为了管陶长公主，再次强调了他高贵的地位。都说皇家无情，但对于汉景帝而言，姐姐管陶身为女子，和自己之间不存在争夺皇位的利益冲突，只比他大了1岁的管陶不光和他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，更有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。此外，他们共同的母亲窦太后也非常宠爱这个唯一的女儿，这就更让汉景帝对管陶另眼相看。虽然那个时候的管陶已经成婚嫁出，但他依然可以随意出入宫廷，足可见其荣宠。当然，管陶自己也非常聪明，为了和汉景帝进一步搞好关系，他经常为其进献美女，非常讨弟弟欢心。不过此举也让他得罪了汉景帝当时的宠妃丽姬，为两人的矛盾埋下了导火索。管陶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惹恼丽姬，但他更清楚的是，只有和弟弟处好关系才是自己真正的立身之本。从始至终，管陶都无比清醒，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能够拿出最好的手段去得到。
他的地位和荣宠来自于母亲和弟弟对他的纵容，更来自于他为自己的筹谋。成为最有权势的长公主，这就是他的终极目标吗？显然，馆陶的志向远不止于此。汉景帝时期，馆陶荣辱不衰，自己的儿子陈角还被封为了龙绿侯，但他的心思更多的是放在了自己的女儿身上。馆陶的女儿阿娇出落得花容月貌，他自然希望为女儿寻得一个最好的去处。而在当时，骊姬的儿子刘荣也被封为了太子，所以馆陶就去找了骊姬，提出想要把阿娇嫁给刘荣做太子妃。然而一直看馆陶不顺眼的骊姬，面对他递出的这根橄榄枝，选择了严词拒绝。这让馆陶恼怒不已，这是他人生中少有的被人拒绝的时刻，于他而言可以说是奇耻大辱。但恼怒过后，馆陶又立刻恢复了清醒，自己想让女儿做太子妃，既然太子不愿意，那换个太子又何妨？被骊姬拒绝后，馆陶看中了王美人的儿子刘彻。那天他领着阿娇入宫，见到了王美人和刘彻。他先是拉着刘彻的手笑问道，你想娶媳妇儿吗？刘彻一开始嘻嘻哈哈的，没有直接回答。馆陶接着又故意指使周围的宫女，问刘彻要不要，刘彻一直摇头。最后馆陶指着女儿阿娇问刘彻，阿娇好不好？刘彻立马笑着回答，好，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以金屋住之。刘彻说，如果能够得到阿娇作为自己的妻子，一定用金子做的房子把她藏起来，这便是金屋藏娇的典故。听得刘彻如此许诺，又看出刘彻身上的聪明与才华，馆陶当下就决定将女儿嫁给刘彻，并扶持他上位。最终在馆陶和王美人的合力之下，太子刘荣被废，刘彻成了新的太子。后元三年，刘彻即位汉武帝，果然应诺了封阿娇为皇后。可惜的是，后来陈皇后因为妒忌汉武帝宠幸卫子夫，在后宫使用巫术，最终被废。金屋藏娇的浪漫故事终究成了镜花水月一场。馆陶虽然看出了刘彻有成为帝王的才能，但却没有能看出自己女儿后半生的凄惨下场，只能道一句可惜可叹。纵使馆陶这一生出生时便是天之娇女，拥有最显赫的家世，嫁给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，她的前半生富足而幸福，历经三代帝王始终荣宠不衰，他的后半生又依靠自己过人的眼光和长袖善舞的手段，将权势纵贯了自己的一生。无论是对丈夫的选择，对弟弟的笼络，还是对女婿的扶持，都离不开馆陶过人而精准的眼光。看得清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看得明怎样才是最简便的路径，看得出谁是鼎力相助的对象。一个女人的眼光能够让她始终保持清醒，永远能够在纷杂的选择中找到那条最正确的路，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好了，今晚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您的朋友和家人，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是应由，让我们在下个夜晚再会。